妈妈，那啥半月了？我啥半月？俺啥半月啊？俺啥半月来？俺啥半月在？那考公务员？嗯，去查过。你先哥去查过的？留守儿童的意思就是父母双方都去打工，然后超过了3个月，留守儿童是有47个人，根据我们统计是。 老师对你的家庭情况和一些基本的进行一下了解。你爸爸是在你4岁的时候去世了，是不是？哦，现在是你的母亲在照顾你们3弟兄，是不是？你还有2个哥哥，是不是？是。那你两那那那两个哥哥都在哪里上学？在外国城那边。你妈妈在哪里打工？在贵州。 贵州是不是啊？是。那一年能回来几次啊？就是你们见面的次数，一年大概有几次啊？一两次。那你觉得你妈妈还是挺关心你的，是不是？是。学习上你也要加油努力，咱们要经过学习，走出大山，那样一来的话，以后生活条件也会好一些。 俺们说姐妹，姑姑都算嘛。俺们姑妈，俺们父子都算。哦，就是啊，我们。啥？啥？就那哥，我们那学习后头子，哎，还就那哥嘛，算。哇，不会。姓欧了啊。俺说怎么了？俺说怎么？说怎么了？ 考试考的怎么样？还行。数学才考了50，在班里面第几名？18。18名，班级里面有多少个人算？多少人？就得。48。就是还没有阿克，前面的80分哦，猜80分可以用这种恶心，一个。嗯。可是可过了80分。 把这考进了，能考进了第一天必须考上，哥哥。那。把这期末考试打把这考试的过，我们农村的考上了。考试是说俺娃呢，考试的过考试，阿爸考会，阿后几天去考试了。考试是那，考试俺爹那个呢，说很慢慢，就慢慢啊，挂了，我爸是你说，哦，考试成俺姥姥去。 升国旗，唱国歌。飘呀飘呀飘向哪里？ 心里可害怕。
再见。我最喜欢唱歌，愿望是想当一名歌星。对谁的人呢？旁不是人呢？人呢？把这的大城市一步。从举杯到喝醉，我是自由的歌儿；从悲伤到欢笑，我是有你的诗人；从远古到现在，我是英雄的后代；从故乡到世界，我是永远的艺人。哦哈哦嘿，哦哈哦嘿，哦哈哦嘿，哎呀哦嘿。那当然没得顾忌的呢。那你们呀，那今天那可不积极，那么那耽误做。这三年了姐，三年了，真的。你这上次嘛不说，我来谁？他估计。